天宇的繁星点点，等待另一个晨曦浮现，那是我们拥有的幸福的画面。多少岁月的容颜改变，多少聚散的故事重演，拥抱我们的你依然在身边。草山的风是划过天际的彩虹，洒下了一片花海，绽放在心中。草山的风伴随着我们甜甜的暖暖的梦，唤醒了青翠山林静静守候。草山的风是划过天际的彩虹，洒下了一片花海，绽放在心中。草山的风伴随着我们甜甜的暖暖的梦，唤醒了青翠山林静静守候。我说跟你说，我根本是没对，那怎样回去啊？也是一片苦心嘛，伊想要来东龙迄个孔雀兰去别个家具行卖看卖啦。对啊，我都唔相信哦，阮东龙的孔雀兰哦，会一个人都看不上。啊，你就唔知影咯，你送他去哪里卖？做简单的啊，我就把孔雀兰提给伊看，啊，问他说有白，他如果说 no 我就走啊，他如果说 yes 我就把价钱写下来。嗯，厉害哦，英文袂赢人哦，勇气袂输人嘞。遐个鬼啊，就放伫厝内看就好啊啦。我已经找到新工作了。怎么样？什么工作？维修。哈？新买的那个办公大楼，以后我就负责维修了。以后只要是这个电灯坏掉，我去修电灯；水管如果破掉，我就去补水管；冷气如果不冷，我就把它修到冷为止。你哪会那么多哈？哎呦，东龙哦，足厉害啊！今仔阁替美国人哦收马桶，马桶。咁就安尼，伫遐是艺术家呢，你的陶艺即摆放喺博物馆呢。这日本人哦，爱这肥啊，我就做肥啊。啊，这美国人哦，爱收这马桶哦，我就来收马桶。安尼我到倒位哦，我感觉我是一个真不路用的人，安尼毋是真好。也毋过，我愿意啊。思考模式哦，去想事情啊，在这里哦，这工作都没有分贵贱。修马桶，人家也是会尊重你啊，行出状元嘛。可是我就是想不通啊，你真的有必要委屈到这个地步吗？
要市中心的 office building。阿麦芳也是答应。做个备来。啊，然后嘞？然后都做人啊。过来。我有收伊无？我来讲心啊啦。啊，刷嘞。呀。刷嘞，就是伫遐去修马桶，啊！你回去台湾，造就两个伤心的老婆。现在是刚心打拼的时阵，不是怪谁的时阵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心情不好，讲一个袂用的。你讲啊。我感觉，咱根本就不应该来这。每一个人，拢敢那龙困浅滩，过了遐尼委屈。看这卖一个。以后啊，绝对袂像你啦。那你甲我讲，要忍耐偌久？我毋知影。唔对啦，咱根本都无应该来遮，咱无应该移民啦。移民是对啊，毋是毋对个哦。即马还袂有答案，困啦。隔壁厝边哦，有人把鞋仔放在外口啦。啊，咱这个火啊，内面住十几个人，安尼放哦，我惊别人会讲话。机票若订好，我会讲是啥物时阵。好好，我咧讲吼，敏姐，喂，嘿嘿，迄明星啊，会转去换你过来啦。啊，机票订好哦，会甲你通知啦吼。你小等，我顺便甲你讲一件代志啦。咱哦已经踮咧西雅图这边哦买一间办公大楼啊啦。嘿，啊你到就看会着。好，我会甲你通知啦吼。好，再见。好
改天带小孩子去家里玩。好好好好。哦。U 八里，你等一下，我记一下哈。来，你来。U 八零七转 U 八零五。到台北时间晚上10:10。OK。好好，你票先开好啊，我过去拿。OK， 好，谢谢了啊，好好，拜拜。要未来美国进境啊，叫是讲啊来这哦，足无方便的。啊，不过来到这你看看，各行各业啊，拢有华人啊在经营啊，订这机票用中文就会通啊。这就是新来的移民替咱这后来铺路啊，做啥物代志拢嘛较方便。同意同意啊。哎呀，这嘛是对了。明仔早起他会记啊，卡一个电话给明姐啊，叫伊来接份来见你，哈。我知了。一个人坐飞轮机啊，都要较注意啊，迄唔通转机啊，转来转去啊，转到胖见去啊咧。明生哦，袂胖见啦。以前伫台湾的时阵，就常在出国，惊机场，敢那惊走脚的。迄是明生啦。我即马讲的啊，是伊啦。啊，飞台北的一定有台湾人啊，跟人行就是啊。啊对。啊对了，大叔，等下我带你去超市买一寡物件，早顿去给阿爸付啊。好啊。我先去摕皮夹。我起来。加一个外套的，哈。大嫂，你嘛要回去台湾哦？是干那我一个人回去。啊，明生嘞，伊拄仔毋是咧订机票？伊是咧替我订啊。我替伊返去台湾，是讲吼，这办公大楼嘛爱出租啊，我嘛爱伊来烦恼，啊，你搁这么袂惯势着，当然嘛爱留落来陪你啊，啊，我较自由啊，全心一境拢大汉啦，我会返去照顾爸妈，换明子因两个人啊无过来啊。是讲吼，厝内底代志着爱慢慢理解样子啊。我哪有可能会计较这啦？这久无看你笑啊，你着爱天天笑，笑互明生看。伊压力其实嘛足大个，你们两个彼此多打气。要开心果，爸一定会爱食。即摆会笑啊，要做伙来无？我才不爱叫人笑嘞。来，来，好啊，我跟来去。
阁有送人回去无？我等你考虑要投资啊。今仔日吼，才真正介意死啊！我转去台湾哦，你又袂介意死啊？对，所以讲我介意是你，安尼有意思无？这我早就知影。是无？讲真个啦，你会学习我服务啊？啊？我才不会。平平平，互你有烦恼。安尼吼，你才要甲阮放诶，家己转去台湾。我哪有可能一去就无去转来啦？啊，不过，若真正爱分开时阵，你想要甲我留落来，我拢无得留落来。虽然我讲话拢真歹听，啊，不过。哎、欸，妈，再讲讲。哦，走，我们去看哈，好乖哟、哦。嗯，啊，金花，好好享受此时此刻吧。就这哦，哎，美国厝看起来确实有较大呢吼。哇，袂歹袂歹。当然嘛，有喏。小先生，爱喝茶，很谢谢。好乖哦。台湾泡面真的好香。对呀、啊。方姨，你只差两根就把整包牛奶糖给吃完嘞。哎，方姨，你控制一下。你要是吃坏牙齿哦，这边看牙好贵。嗯，走吧，上去吧。嗯，走，我们上去吧。拿上去，拿上去，小心一点哦。好，拿上去。真是。哎呀。哦，一闻到家乡味哦，真的就受不了哎。对呀、啊。我除了带了10包牛奶糖，还有一堆家乡味之外啊，还有妈做的笋干。啊，你不要再讲了，越讲我越想台湾。
你们在这里到底过得好不好？有苦有甜啦，你慢慢就知道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二嫂说她开车迷路的事情给你听，笑死人了。什么什么、啊？说给我听。哎呦，现在讲会笑啦，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哭湿几张面纸。哎呦，大嫂了，我可大嫂。阿爸母拢真好，阿爸哦，今仔日买一挂水果去给大姨母。我也嘛常常载阿母去山顶学书，不过我一人无路，食的人少啊。今仔水果书啊，甲阿爸母的迄啰机缘哦，申请赶紧办落来。不过阿爸母叫我甲恁提醒的，卖想挂念伊，只要恁哦。将囡仔一挂宝贝孙啊，甲照顾好些就好。囡仔因大家都惯习吧？惯习啊，即摆好好的功课，佫轻松啦。啊，逐工早起哦，食迄牛奶哦，啊，佫加迄个气丝哦，啊，每一个拢食干嘞肥肥。对，我看二兄，你风雨啊，身体变较袂歹呢。身体变较好嘞，啊，英文哦，有进步。哦。为查某囝好哦，伊替美国人咧修理马桶，拢嘛甘愿咯。修理马桶，二兄，东龙哦，上厉害啊啦！啊，不管什么油漆啦、木工啦，还是修理马桶哦，好，伊逐项嘛拢会晓了。阿杜啊，看到伊哦，拢讲哦，恁请你是功夫厉害哦。你莫安尼看我啦，伫美国遮哦，只要你愿意去做，这有啥物好见笑的？有一个人读到博士，来遮嘛是开一间细细间的店伫咧做啊，啊伫台湾做头家的人，来遮嘛是替人洗车，这是哪有啥？死到死当当啦，哦。怎么样？肚子压得不舒服、啊。人的脸吗？这个床啊，是从车库拍卖里面买来的旧床。新移民总是要勤俭一点嘛，更何况我们是高家的新移民。我知道。来，我们换位置睡好了，好吧？来，小心。有一个大洞，大洞啊，那刚好啊，摆你的大肚子。真的，刚刚好。真的，你看嘛，我就说美国适合你。记得哦，我顶边哦提扫帚的时阵哦，是读高中在学校的摒扫的时阵，你看偌久啊？较忍耐啦。我知啦。
三亚。嗯。这种工作敢需要自己做？你可能上忝啊，你先去听因好困者，你可能阁有时差呢，吼、哦。唔是啊，我意思是讲，像这种工作，以咱的能力，阮就叫人来拼就好啊。敢要需要讲校长兼讲真，厝主阁兼摒扫？就遐个意思啊。我就想讲周末来遮扫涂骹吼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，阁会当省一笔许清洁费。讲、实在啦，我嘛真赞成。你若伫台湾想要扫涂骹，可能阁无迄个机会咧。对啦，安尼讲是无毋对啦。毋过人阿斗看的感觉足奇怪。阮四个兄弟是安怎？台湾来清洁队的哦。我听到伊阁介绍讲另外一个所在叫咱摒扫。就是讲啊。会当增加收入哦，好像。我一定真欢喜啊！明姐啊，你毋是想试看卖讲白手起家的滋味？对啦，不过我是想袂到讲啊。明姐，既然已经来啊，都把各自的身份甲地位哦，拢个放好掉。你即摆毋是惠安甲建台总经理，你是高明志，一切从头开始。赶紧扫！你看，有人在爬雪，爬雪，车山的雪哦，在北部底部的车山的雪哦，白雪雪的雪哦。你敢不是你阿母？敢明知你阿母伫咧白雪，你有看到无？你每天请的人煮这么多巧克力，我想说你到这么多钱，我想到你还不在卖水，你有够可怜的。虽然咱讲无富裕啦，不过恁阿爸会种菜卖花，就会当啊甲恁饲到大汉。啊，讲恁阿母卖水，是因为伊勤俭惯性，啊，伊不管有偌济钱，伊拢会节节俭用。万而不易，伊不管是伊都拢有回归到一无所有的准备，所以这点你一定爱记。一个人无论看伊爬到偌悬，一定爱有回归一无所有的打算。林姐，袂歹呢，送啊真清气呢。无你看哦，我阁会用个修理马桶。真实哦，哇，安尼袂阁叫你去修理伊哦，安尼就拍算啊啦。人工哦，迄我一定哦。不是，李兄，我是讲算笑呀。我毋是甲你讲算笑哦。明仔载哦，咱去小明生台内底哦，修个厝顶啊，啊别到人去。好啊。迄就是哦，暗时睏的时阵哦，迄头啊上尾一个倒落，啊，若早起起来的时阵哦，迄头啊就爱头一个举起来，头啊就是抓头的啦，所以讲恁缀我行都唔对啦。
看呢，阮四人刚徛伫舞台顶呢，哦，对啊，这就是咱的舞台啊，开始哦，好啊，来。哦，这较早哦，这起厝啊，做工地这经验哦，即摆拢用会着啊啦。哦，这做工哦，老哥的感觉哦，上够爽的啦。阿兰啊，以前啊，你们山顶在种花的时阵哦，迄双脚双手哦，拢在你们土内面哦，迄种感觉足实在的啊。后来啊，咱啊做生意也赚了钱啊。要不过，迄种快乐哦，甲迄种修行哦，拢袂比。不管咱飞到佫再远的所在，咱想象到的。拢是两家厝的。来，我阿做，我是大忙。阿爸，逐工哦，拢做甲足暗的，啊天也袂光哦，就早去睡觉。伊的精神哦，是啊。就算讲哦，无阿爸勤俭甲拍拼，四个臭皮匠。也抵过一个好功夫啊！对。迄中昼时阵啊，若是有这阿母做的便当哦，内底哦，佮加一寡迄菜头干，哦，佮一寡炒笋丝，佮加一粒卤蛋哦。哦，赞！好啊好啊，你嘛佮差不多嘞，工课做无偌济，即马都在想便当啊。无啦，无啦无啦，还袂食便当，但是应该啉一寡水吧，吼。我给你呀，好。这名字哦，就是安尼啦。因为台北哦，迄吹冷气哦，吹惯死啊啦。来到这厝尾顶啊，迄还袂做偌久啊，我看日头哦，都要晒到要昏去啊咧。大兄，爱自细汉哦，就较少去田内底做代志啊。等下哦，就会先休困啦。免啦，我看伊啊，适应了袂歹，头发表现好啊。大阿，你阿三阿，进来哦！哎，你来看，这个是气泡，有啊？对啦，嘿，对啦。哦，哎，阿弟呢？嗯。我要水够多嘞！啊，你敢算是偷板？啊？啊！啊，即马这个小品生头，不是已经是咱的啊？对哦。还够有无？林中、东郎、明善、明智，像是重新回到了竹子国的农人生活。四兄弟流汗打拼，延续高家勤奋节俭的精神。期待在新的土地上也能尝到甜美的果实。今天先带你认识一下环境。离家里最近的超级市场就这边。嗯。超级市场。嗯。Supermarket。没错。你们都在这里买菜啊？嗯。平常是啦，不过如果另外一家打折，我们也会去另外一家买。打折的英文怎么说 ？On sale 啊，都可以啦。那你们来美国，英文变得很好吗？那呜呜啦，都是掺来掺去啊，啊跟自己人哦就讲英文，有的时候跟外国人哦还会讲中文啦。哎，可是最厉害的是哦，那些外国人听中文哦，有的时候还听得懂呢。哦，还听得懂。寄美国国内要20 cent， 寄回台湾要40 cent， 不过我们通常都寄邮件，
比较省啊，只要30 cents 就可以了。哦，陶晶哦，还有一家面包店哦，那家他们家面包好好吃哦。对，不过啊，现在不能买，要等到5点以后，因为他6点打烊，5点以后半价。阿明怎么了？有一点反胃。啊，哪样呢？走，赶快回车上。谢谢。我看好不？歹势啦，肚巴肚就是安尼，遮麻烦。莫安尼讲啦，是阮坐伤久哦，害你晕车。也是阮只下甲你讲伤多，让你塞到吐出来了。Hello， 哦，歹势，等一下吼。喂。Hello。哦，我会转达。免客气，再见。像啊，台湾建台，台北的事情都要听三哥的意见。像之前明智在台北啊，也都要打电话来跟他商量啊。现在我们人全部都在美国，我看台北那里啊，一定是一团。我来看以后要吃啥。录音车，刚才死人，出来个电台告诉我，我正在处理嘛，不要紧。应该面对时阵哦，都要去面对啊。阿婆，大家去念做伙，是我多注意代志。我知影讲哦，你带囡仔无问题，才会当安心安尼来来去去。只英文你上好啊，若有啥物来配啊，是物件啊，你都要替伊看。啊，囡仔功课你嘛要斗教者。阿咪的产检哦，你尽量袂记，甲斗听讲个医生安怎讲个，解释互伊听。啊，账单若寄来哦，拢交明志去处理，伊开支票。你好不好？我跟你懂了。爸爸，你在做什么？爸爸在整理行李啊，明天就回台湾了。那我呢？你呀，你就跟哥哥。在这里陪妈妈了，嗯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嗯，没有为什么啊。事情就是这样啊，碰到就面对就好了啊。哎，咻！爸爸以后会常回去台湾，那来的时候再帮你带玩具，好不好？好。你跟哥哥在这里要好乖哦。不可以惹妈妈生气。好。那没事的时候就唱你最喜欢、最爱的歌给妈妈听，好不好？好。
若是讲啊，暂时无法度转来，嘛袂要紧啦。我啊，你保证啦，生活甲你迄两个囡仔一定会健健康康啊，平平安安的啦。啊，电脑是台湾迄边啊，阿爸母啊是有采访着照顾，我也是较袂烦恼啦。也毋过转去啊，嘛是爱啊，甲因报告讲啊，咱店面遮的情形啦。互因哦，较免咧挂心啦。啊，过段时间哦，我转的时阵哦，我也嘛会甲因亲身报告讲咱店面遮的生活的情形啦。 安怎讲啊？事啊，属为大啦，事亲为大啦，啊，这件代志，定定拢踮咧我心肝头的啦。半暝啊，做乒乓哦，拢会去乒乓着因啦。三嫂，三弟要出发咯。大兄，咱给留时间，互三兄三嫂好好讲话啊。免啦，该讲拢讲开啊。 你还洗碗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要走。